我想用一段音乐作为我的开场，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音乐经常是我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语言，所以我想用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开始我的演讲。这首是来自于很早的一部童话音乐片，叫做《绿野仙踪》的一个主题曲，我弹的是一个改编版本。Thank you.
的。那么刚刚这曲子，我相信大家的眼睛可能会放松了一下，对不对？很多人可能闭上眼睛去听了。刚才我用到了一种音色，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就是这样的弹法。哦，麻烦吉他再开，是不是很像竖琴啊？这个音色很像竖琴，它很容易引起我们一种情感上的波动啊，很容易引起我们头脑中的一个画面感。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曲子作为我的开场。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呢，是音乐可以让逝去再现，可以让未来得到预言。那么让逝去再现，其实我刚刚弹的这首曲子就应该能够勾起大家很多心中沉睡的一些情感。哦，当然也有可能会想象到很多奇思妙想的脑洞啊，都有可能。 OK， 那么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不一定会注意到我用到的这个技巧，而是最先感受到了我要表达的东西，对不对？它产生了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里，你不会在意我啊是怎样去弹的，去怎样去表现它，用了什么样的和弦，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它就是直接的传达了我要讲给你的情感，还有我的故事，我的想法。所以我认为音乐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语言，它是一个艺术形式。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唤醒我们心中沉睡的情感。而音乐本身呢，它往往不能直接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啊。音乐有什么用？它可以吃吗？可以喝吗？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吗？当然我可以通过音乐赚钱啊。但往往在学音乐的开始是花钱啊，投入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在里面。那么音乐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好像是无用的，它好像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但是它又非常的有用。有用在哪里呢？我觉得它可以给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安全的放置的空间。你心中隐蔽的一些情感，你羞于表达的潜意识里的一些想法啊，甚至你理不清的一些逻辑混乱无逻辑，那么在音乐中都可以得到呈现，它可以得到释然的释放。它不是逻辑，但是又真的充满了逻辑性啊，它超越了语言，但是又具备语言那样完美的表达能力。这就是我理解的音乐的一个功能性啊。那么它的表现力在我看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说到音乐让逝去再现呢，我想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其实我学琴是自学的啊，你看我现在弹吉他啊，弹得还挺溜，对不对？其实我是自学的。我小时候是学钢琴，最小的时候学钢琴，然后所有的过程后来都是自学的一个吉他。因为我发现我具备一种能力，就是我可以把听到的旋律弹出来啊，比如。哦，为什么能弹出来我不知道啊，因为它就在这里，那个旋律就在那里，然后你就把它弹出来了啊。这是我学习的一个经历。我不是专业的音乐专业毕业出身，但是我觉得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状态。一个非专业的人在去学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偷艺的心理，那种心理就有一点偷窥的感觉啊。我看到一个东西，我使劲去看它，然后我把它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你去学专业的你去音乐学院里去深造啊，或者是你在专业的音乐课堂上去进修，往往那些填鸭式的东西或者是非常程序化的东西，它可能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很完美，但是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啊，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心态。那么我的心态就是站在一个比较灵活的状态，所以这个心态呢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和对音乐保持的一种新鲜感。我在做钢琴老师的很多年的过程中呢，一直是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的学生对于音乐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甚至说对于生活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你永远要对它有一种新鲜感，保持你最开始接触它的一个童真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记得在我很早最早当钢琴老师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很害羞，非常害羞，非常非常的内向，然后他的父母带他来上钢琴课，然后于是那个课堂的气氛就变得非常的尴尬了，因为我也很内向，我不是一个非常话很多的人，然后两个人面面相觑啊，没有话说怎么办，很尴尬。但是呢，突然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他的手在钢琴上就胡乱的按，他就可以把那个我刚刚弹的旋律弹出来，这样。就对了，他就是这样。这个曲子大家都知道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小星星的旋律。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他的音乐感觉是很好的，那么我很机智的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我把完整的小星星弹给他听。 OK， 他很快就学会了。这个时候我决定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也是影响我之后所有的教学和音乐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帮他进行了一个配合的伴奏，他弹的小星星就是这样。这样听起来很单调，对不对？完全没有错，但是很单调。然后我把它加了一个伴奏，这个小星星就变成这样了。这样就变得很好听，对不对？其实呢，小星星啊，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但是由于配合，由于一些加入到其他的元素，然后使得这个曲子变得很好听。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从此他就爱上了钢琴，他觉得啊，这个曲子是我弹出来的，这么一个好听的曲子，虽然我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完成者，但是真的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事情。于是呢，他就很顺利地开始了他的钢琴学习，从此一直保持着很饱满的热情。在他之后的学习过程中，经常也会有沮丧的时候，那么 OK， 我可以把这个小星星，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OK， 我就可以继续练了啊，他就很开心。后来我把这个小星星，我觉得它对我意义很大，我把它的谱子写了出来，放在我的公众号上面，然后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它，然后也把它弹奏出来。说到音乐可以让逝去再现呢，我想再弹另外一个曲子给大家听，先弹。Thank you.
这曲子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叫《昨日重现》。那么我非常喜欢它，特别的契合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它真的能够每次我弹吉他的时候，它唤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包括我学习音乐，到后来慢慢的走上就职业音乐人的道路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我的主题还有后面半句话，就是音乐可以让未来得到预言。我前面一直没有讲音乐，我一直在讲音乐可以让逝去的东西得到再现，那么为什么不讲它可以让未来得到预言呢？这个时候我要看一下我的小抄。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这句话有人反驳吗？应该没有，对不对？因为我在弹奏音乐的时候，它永远是在某个节拍里稳定的进行，它是时间的一个分割的一个艺术品啊。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独立于一个另外的时空。在我看来，音乐它本身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如果我不弹不发出声音，有音乐吗？没有啊。当然除了那个小虎老师刚才说的自然的鸟叫啊，那个山水声啊，那个是最美的音乐啊。但如果我们不弹奏乐器，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一旦弹起了这个乐器，音乐就来了。所以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我觉得它是存在于一个独立的时空，但是它可以被我们的乐器，被我们的声音唤醒。这就是音乐，它需要被声音唤醒。音乐呢，又是自然的一种波动，却承载了人的情感。我随便弹一个和弦，那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弹同样一首歌，大家想起的都是不同的故事。所以它是有因人而异的一种解读在里面。音乐本来是没有形态的，就像声音一样，你在不说话的时候是没有，也没有固定的形态，但是它却是有合理的演奏的方式，合理的流淌的规律，饱含着逻辑之美。这是在我看来音乐的最大的魅力。每一次我们用音乐唤醒那些逝去的情感还有经验的时候，其实难道不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和期许吗？所以我刚才不讲对未来的预言，其实我们在对过去的不断的再现的过程中，它本身其实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期望。我记得我前几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了一句话，我那时候有点伤感，我说我们所有的人生就是一场和童年的告别，再见了啊，奔向老去。这句话是不是很听起来很悲观？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要把很多东西想到很悲观，但是这个时候它就有乐观的东西出现了。什么呢？所有的人生又是一次寻找童年的过程。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就变得乐观了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就承载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谢谢。我还没讲完。是我还没弹完。我希望用一首曲子来作为我的总结，那么也希望用这个曲子来唤醒每个人心中那个最童真的自己。这个曲子比较欢快。要吗？
那么我个人演讲的部分今天就结束了，我现在想邀请我的好朋友杨成波，也是这次我来演讲的推荐人，跟我一起合作一首歌。大家好，南屏晚钟送给大家，切合这个主题 TEDxXiHu 开始。我匆匆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阳红等到了夕阳红，二遍，又看到了夕阳红。